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向马华前总会长丹斯里廖中来撂下狠话，要投子弹打倒廖中来，结果招来马华领袖轮番炮轰。其中马华副总会长拿督陈德谦狠批陆兆福目中无人，炮下的这句话也太幼稚了。那么对于文东这次廖中来要前途重来，陆兆福无需太害怕，他应该阐述黄的在过去几年在文东的所作所为的贡献，包括承诺的各种承诺有没有实现，他必须向文东人民交代，而不是呢要筹子弹要打颤廖中来，要让他永远站不起来，这种谈话呢太幼稚太无聊。几曾几何时马来西亚的政治变成是打打杀杀。陈德钦接受本台访问时批评陆兆福不仅失职，更是史上最懦弱的行动党总秘书，在州议会是否要和国会同步解散的课题上根本无法捍卫宾州领袖的诉求，只能委曲求全。陈德钦也列数西蒙的过错，上台后要站东铁文东站，还一度把路线改到森美兰，就为了抬高燕斗补选的胜算。他认为来临的战役是人民对行动党的一场公投，呼吁选民用选票教训行动党。